我要签一下你们经理。小姐，请喝茶。谢谢。你先生没有过来呀？啊，他今天太忙了，所以叫我来给他代办的。哦，好，谁办都一样。我马上给总行打电话。 喂，啊，稍等。喂，是我。好。啊，啊，没问题，可以，我给你们追加60万。嗯，放心吧，上午就送到。朱副经理，浦东分行那边来电话，说他们有几笔大。 需要追加现金，那就再辛苦你一趟了。没问题，应该的。主任，浦东分行打来电话，要追加现金，蓝长明多给了60万，马上押送过去。以前遇到过这样的状况吗？也有过，不过很少。有意思。 昨天晚上蓝胭脂神秘失踪，你今天早上在银行遇到一个很像他的人离开银行，这说明他昨天在银行待了一个晚上。那么现在浦东分行又要追加现金，马上送过去。这里边你觉得有什么名堂？主任怀疑运送现金里边有名堂。你说呢？现金放在金库，而金库的钥匙一把在我手里。 一把在蓝长明手里，必须我们两个人同时在场才能打开，很难做什么手脚啊。你先按照他说的去做，让蓝长明去安排，我马上就到。是。胭脂小姐，跟我们出去兜兜风吧。 这次是侦查科和情报科的联合行动，周主任和冯主任都在楼下等着呢。联合行动。是啊，让你看看我们侦查科拼死拼活的成绩。什么待遇啊？ 那么大的排场，执行完任务，我请诸位吃河豚，盯紧蓝胭脂。 经理，都装好了。嗯，朱副经理，可以走了。哎，等会儿，再数数。哎，我一直盯着数啊，一共15箱，没错的。我怎么看着像16箱啊？冯主任呐，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。
冯主任，蓝小姐也在。今儿是什么好日子呀？今儿是发工资的日子吗？大家都集合到银行门口。冯主任，这什么意思啊？蓝伯伯，那我就开门见山了。我怀疑这些钞票有问题。哎，这些钞票都是冯主任亲自安排中央银行提供的。每次押运，都是由朱副经理亲自负责，能有什么问题啊？如果钞票没有问题，那就是别的东西有问题。爸，有椅子吗？站着累。哎，好。等等，大家伙都在这站着呢，就委屈您陪我们大家多站一会儿。 爸，最后两句。爸，你盯紧点儿，一会儿少了钞票，可是别让您赖背黑锅。哦，燕之从小在钱堆里长大。 这些都看腻了吧？我可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。既然是联合行动，最后一箱，我来。周主任，您的手金贵，钱脏，还是让我们这些粗人做吧。八爷，让周主任数，我看着。 正好4万，看来想从银行里搜出钱之外的东西，还真不容易啊！要不要过过目？
这钱的水印有点模糊，不会是假钞吧？胡说！陈嘉伦说了，假钞都是混在真钞里。他是什么人？见利忘义，血口喷人，谁都跟他一样吗？ 数钱数够了吗？没数够的话，你可以去银行下面的金库去看看，那里有面额更大的。彭主任，那支行那边可都在等着呢啊！装车。 你押车将和一批派人在银行附近停车。是。彭主任，还有什么要查的吗？既然胭脂小姐都已经说话了，那就请带我们去金库开开眼吧。冯曼娜，这就是你的联合行动啊！ 看了那么多钞票，过干瘾，到最后只能拿薄薄那几张钞票的死工资，你不累呀？没什么事儿的话，我们先回去了。冯主任，我们忙着呢。爸，晚上回来喝蹄花汤。好。我还要你再跟着查吗？你请便。 盯着他们，蓝伯伯，金库，走吧。箱子里是什么？ 印版，印假钞的印版。上海沦陷的时候，有一套十元面值的印版没有被运送出去，一套一共四副，有两副在他们手里，所以他们印制的假钞漏洞很大，只能混在真钞里少量发行。刚才在箱子底下的是剩下的两副。那你们的人知不知道计划已经败露？ 我不知道他们知不知道。接应版的人在哪儿？浦东分行。他们一定会追踪这笔钞票的。怎么办？回去上班。现在所有的人都盯着你，你什么都干不了。我知道。 交给我。这是敌占区一个月之内发行的报纸，我希望你们把信息逐条分析归类，下班之前写一份情报分析报告给我。 老梁，是我。情报处正在加班，你过一会儿开我的车，去兆丰公园的老大昌，给他们买点三明治和蛋糕。好。哟，周经理，辛苦辛苦啊！ 今天路上没什么不顺的吧？没有没有，出了点小差错，让您久等了。快！
黄班车，哎，先生，浦东，好嘞，跟上，但别跟太紧。 这女的我认识，肯定是在等接头呢。告诉兄弟们，都散开点，往药之急，不能让接头的人跑了。嗯，你在这守着，你们俩跟我来。是。 林天木已经暴露，为了不让印班落入敌人手里，只剩下唯一的办法，周宇浩决定拼死一搏。
你们辛苦了，这里就交给我吧。不会吧，我们没接到冯主任通知啊。没跟你说过吗？没有啊。把枪给我放下！把枪都给我放下！放下！周督察员，你到底是什么人啊？我数到三，把枪都给我放下，要不然我一枪打死他！一。宋冕，是他刚才救了我。他是为了抢硬板。那你要硬板是为了什么？这是国家财产，
我不能让国家财产落在日本人手里。那人呢？这车里的孩子，那边的女人，难道不是国家的一份子吗？不是你该保卫的吗？你没有好好保护他们，反而把他们置身在危险之中，成为牺牲品。那你保卫的是什么？ 如果共产党，我是中国人，你也是。周玉浩，你已经暴露了。守住我们之间的秘密，对你有好处。记住你今天的话，我们还会再见面。 好香啊！又是周主任给买的。是啊。他吃了吗？他应该没吃吧？他门一直关着。喂。报告做出来了吗？嗯。拿来我看看。 你说呢？那你是不是该奖励我一下？你想让我怎么奖励你啊？我饿了。
那我带你去吃饭。。太好了，总算有个交代了。我跟天母接头的时候，被特侦总部的人发现了，不得已出了手，死了不少人。只要拿到这个东西，死多少人都是值得的。河豚计划总算完成一半了呀。那另一半是什么？被冯曼娜抢走的那两块银板，也得夺回来。可能两头硬板已经被送到特高科去了，怎么夺？鬼子的伪钞一直在发，这说明那两块硬板他们一直在使用。蓝胭脂的下一个任务就是要找到他们。鬼子这回出了大会，他们一定会更戒备。要相信那个丫头，只要想做，没有她办法。老板，回锅肉不是该用青蒜炒的吗？怎么只有大葱啊？哎，青蒜是四川的嘛，运不来的啊，兵荒马乱的，有口肉吃就不错了。没事儿。老板，豆豉也没有了。哎呀，兄弟啊，东西也是四川的啊，你就别想去了。这算什么回锅肉？我来做吧。老板，还是我来做吧。钱我照付，您去歇着吧。你做什么菜呀？家乡菜。真香啊！尝尝。这道菜叫什么呀？溜肉段配米饭才香呢。哦，嗯，真好吃。你们在东北天天都吃这个呀？只有过年才吃得上，后来连过年也吃不上了。大米在东北是军供品，老百姓的平时是不能吃的。自己种的粮食自己吃不到？你就让我多了解你一些吧。你想了解什么呢？我什么都想知道。你只要知道，我跟你一样，都是不希望这个国家灭亡的人，就足够了。我听说过你们好多故事，每次他们抓到共产党，都是最让人头疼的，因为共产党的嘴巴是最难撬开的，共产党的骨头也是最硬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知道，虽然站在黑暗里，但他们守护的是光明。不是，来的兄弟都死了，受够毒的，枪枪击中要害。找到目击者了吗？暂时还没有。为什么没有？这里都不住人吗？一个看到的人都没有吗？是，我们接着找。
问过总部了吗？打过电话了。老爸说，蓝延直一天都没有离开过办公室，而且办公室还有其他人，老爸一直盯着呢。周宇浩呢？也在办公室待了一天，刚刚才走。他跟蓝延直一起走的吗？是。 目击者的口述报告和所有弹劾分析报告摆在我桌上。是。最仁慈的主，请接受我的忏悔。我犯了罪，我的手沾了血，我可能再也上不了天堂了，请你宽恕我。 请你宽恕我，天魔，你是为我才这么做的。如果真的要下地狱的话，那也应该是我。今天是死了很多人，可我们这么做，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能活下来。别说了。 只要能跟你在一起，天堂地狱，我都愿意。天幕。 这么晚了，还没有回去。明天是礼拜日，我提前来做一些准备。如今街上不太平，自己一个人多当心。没事的，我跟着光走，主会保佑我的。 一个人走夜路很危险，你知道吗？今天浦东发生了一起大案，现场血流成河，十几个人被枪杀，枪枪都是奔着要人命去的，没留下一个活口。你说，我现在要是进去问主，主会告诉我凶手是谁吗？